Hello， 大家好，我是詹家慧，好多谢项目今日邀请咗我嚟同大家介绍 NCCO 纳米氧聚解空气净化技术。其实呢一种技术，我哋嘅科研团队都用咗好多年一起去研发出嚟。在 NCCO 呢一种技术面世之前，市面上嘅空气净化机普遍都是采用活性炭或者负离子等等嘅技术。不過呢些技術存在住不少的缺點，例如可能會造成二次污染等等的問題，從而影響到健康。NCCO 技術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的淨化效能和使用壽命都遠超於現時市場上其他的空氣處理系統。在實驗室的環境之下 ，NCCO 濾芯可以使用長達12年，遠高於傳統空氣淨化技術，即是不用成日更換濾芯。經濟效益高了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可以持續高效地提供到純正的空氣給到我們的用家。這個技術是結合了活氧產生器和氧聚解反應層，不單止可以有效消滅細菌和病毒，還可以將一些空氣裡有害的化學物質分解成為二氧化碳和水，是現存唯一可以應用到在工業、商業、醫療和家庭範疇的空氣處理技術。用口頭嚟形容可能有啲難明，不如我哋睇一睇一條關於 NCCO 技術嘅短片。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NCCO 的淨化空氣過程。今次我們都很開心可以跟帝如金灣合作，為住戶提供純淨清新的空氣，為他們的健康生活出一分力。我們也很希望將來這一項技術可以運用到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達到我們研發這個技術的時候，希望可以給到更多人享受生活、健康呼吸的原本目的。多謝大家。